好，现在这首歌呢是去年的新歌，也是我们专辑第一首发的歌。不，等一下，去年的新歌是什么意思？新专辑的第一首歌，它是第六首啊？没有，就我们先发的 MV 啊。可以，没关系，坚持做自己，你们最棒。芋头加火锅，赞！哈哈，好，这首歌叫《幸好我把船送》。会唱吗？会唱吗？好，等一下帮我大声唱。等一下我调个音。好，但可能会很赤裸，大家都听得到。那我先教大家唱一下好了。好，副歌就是“后悔没敢说”。哇，这通电话无法拨通，知道吗？跟我 repeat after me。来，等，你这个英文是什么腔调？那个芋头腔。可以。对，好，后悔没敢说这通电话。无法拨通，大家跟着我念一遍哦，三二一，后悔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。好，那怎么唱呢？后悔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。好，再次一样的地方再次，我们就练习 3, 2, 1，后悔没敢说无法拨通，朦胧淹没还没教啊？对，大家现在知道可以上网查一下，烂死了。上网查一下，然后那个通常你上网查的时候，比如说 KKBOX 下面有个爱心，顺便按一下。按你上 Spotify 查的时候，追踪按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接生呢？接生也不是啊，就一只手机，你到底想让人家怎样？好，来吧。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。想山曾一起听过那首无憾弄，我记得，可我还能紧紧和你牵手。准备哦。后悔没敢说无法拨通，雾蒙蒙淹没了我是自己沉默，幸好无法传送，眼泪只能停留，明明已足够却不想走，后悔幻想过此生与你相濡以沫，只渐渐追求，我不再想起那首一起唱过的歌，曾想你的耳朵，但从没记得曾经爱过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让我们欢迎林杰星。从没记得曾经爱过。
号无法传送，希望大家的信号都可以传送给对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大家。